兄姐妹们平安，早上好。今天大家一起在线上来敬拜主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把我们全心献给我们的主，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好像耶稣进入以色列那一天，大家都在呼喊：何珊啊，何珊啊，荣耀归于主。带着这同样的心情，今天我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呼声我们全心高举耶稣，耶稣。
掌声给我们的耶稣好不好？大大的掌声给他，告诉他主啊，我们高举你，今天告诉你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彰显在我们当中，这里就有您的荣耀，所有的荣耀都是归于你的主。好，我们把我们的心静下来，在这个时刻，让主的荣耀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他的荣耀照耀着我们的时候，归回给他，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直到永远，荣耀。
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
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啊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阿门。
阿们，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是蒙福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奇妙的神。欢迎弟兄姐妹参与灯塔教会线上聚会，尤其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我们很高兴你参加灯塔教会线上聚会，相信你会和我们一样有着得胜蒙福的一周。是的，能够和神以及我们属灵家庭一起度过这个周末是最美好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凭着信心大声宣读我们的口号：持守真理，依靠圣灵，爱如家人，经历大能，为主发光，见证复兴。首是地上得祝福，天上得奖赏。阿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本周教会的一些报告事项。亲爱的会众，你已预备好参与教会的聚会吗？实体聚会即将在12月6日开始，英语聚会在早上9点，而华语聚会为早上11点15分。小组的主人们，我们有好消息带给你，我们特别安排在12月份，让你所属的小组区域根据所安排的时间表，让各区轮流优先预订入场券。请浏览我们的网站，以获知更多有关预订入场券的详情。鼓励大家主日聚会开始前一起同心上线代祷，时间是主日早上7点至8点，晨祷会议 ID 631-622-717。我们呼吁所有不属于任何小组的弟兄姐妹，今天就通过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填写资料以加入一个关爱小组。透过小组，我们得着关怀，彼此共勉，与教会齐步并进。你也可以使用手机把你的名字 WhatsApp 简讯至以下的号码8442-8040报名参与。欢迎大家通过 Zoom 参与建圣成印赞美操，跟着代操的老师们一起在线跳操，让身心灵更加健壮兴盛。在线跳操的时间将在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至9点15分，请加入账号8961017-2711。如果目前你还未属于任何小组，你可以利用手机把你的名字 WhatsApp 简讯至以下的号码8442-8040，以获知教会的任何更新通告。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作为对主的感恩和敬拜。如果你刚刚加入我们，并且愿意资助上帝的事工，请浏览我们教会的网站，或者拨打9828-2060与我们联系。谢谢你忠诚的奉献。现在让我们为着奉献向上帝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获取财富的能力，也谢谢主悦纳我们手中的奉献。求主使用这些奉献兴旺教会，扩张国度，让更多人得蒙造就和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现在让我们聆听神在这周末所要传达的信息，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欢迎许少华弟兄为我们做今天的分享。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了。那感谢赞美主，我们很快就能够回到教会实体聚会了，大家期待吗？我真的很期待，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在这段日子呢，我们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的殿中来赞美他。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开始来做一个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孩子能够再一次的在线上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你来膏抹恩膏孩子的口，让孩子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的话语所分享出来的，让无论在线上听的或者讲的，都能够从你的话语上得到启示，得到造就，得到激励。
主啊，孩子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一起说阿们。那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题目呢是喜乐是得胜的记号。那在我还没有开始分享之前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活得快乐吗？如果以十分为满分的话，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呢？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活得快乐呢？是不是那些有钱的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一份理想职业的人，并且有一个美满幸福家庭的人，他们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吧？可是弟兄姐妹，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人生真的因为有钱，有良好的教育，有一份理想的职业，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真的会快乐吗？你敢说这一切都永远不会过去，这一切都永远不会改变吗？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引言。那这段引言呢怎么样说呢？那世人呢的快乐呢是因环境而定并短暂，可是基督徒呢的喜乐呢则是在任何的状况都能够靠主喜乐，这也是我们每个信徒最高的生命的境界之一。喜乐呢不是钻出来的，基督徒的喜乐呢是能够改变环境，他不会让环境来左右他。喜乐的人呢是虽有乌云但仍然坚信会看到云上的太阳，喜乐的人呢是在遭受风暴的时候仍然坚定能够看到彩虹，这就是喜乐的人生。那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学习靠主常常喜乐。阿们吗？弟兄姐妹，喜乐的人跟我一起说阿们。所以呢，今天呢，我要使用的书卷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卷书卷，就是腓立比书。我们要来看看保罗如何鼓励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仔细阅读腓立比书的话，那从第一章记载到第四章，在这短短的四章里面，单单喜乐的这个词呢就出现了12次。那单单在第四章呢，使徒保罗就指出了3个喜乐是得胜的记号的重点。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说呢？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腓立比书4章4节这样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4章6到7节保罗怎么样说。保罗说当应一无挂虑，只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各位弟兄姐妹，这里的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喜乐人生的秘诀之一也是首要的，就是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因为神呢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呢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不受到外界的影响。那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段经文都非常的熟悉，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越熟悉的经文，我们越觉得很容易的经文，我们越觉得很容易做的事情越难去行出来。问问你自己，你真的可以常常喜乐吗？
你真的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吗？你真的能够一无挂虑吗？这似乎不太容易吧，这似乎不太可能吧。那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人呢无法常常喜乐，无法满足呢？这包括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也是如此。那第一，我们来看，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受到影响，我们很容易被别人牵着走，很容易被人影响，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心情。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容易被别人或者被一些外在的事情所影响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安甚至自卑的心理，认为自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自己不应该做那样事情。所以当别人提出不同的想法和意见的时候，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就很容易被别人影响而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和行为，而导致的像我们自己的里面来改变我们的人生，而导致的影响我们自己里面的心情。所以我们忘了唯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唯有神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弟兄姐妹，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是人不能给的，唯有神才能够给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受到别人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就受到外界的影响。第二，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些人他们不能喜乐呢？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受到外界环境所发生的事而受到影响。那当环境平静安稳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劝导别人要靠主常常喜乐，凡事交托。但当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做得到呢？尤其是一些事情的发生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常常喜乐吗？我们似乎忘记了保罗所说的，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恩。这就是我们无法喜乐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很容易跟周围的人比较。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看到别人的孩子报读名校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报读名校，而没有顾虑到孩子是否能够承受了这些压力吗？最后严重的话，我们会导致孩子呢进入忧郁症。那我们看到别人换了房子，买了私人的住宅，我们也想换，而我们没有顾虑到自己的经济和能力。那保罗教导我们，我们要知足常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不要看周围的环境，我们不要看周围的人，人家有就让他们去有，我们只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所以这就是我们无法喜乐的人生的第二点。第三点，第四，我们很容易受到健康的影响。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喜乐是轻易而举的事。当我们的健康亮起红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还能够喜乐呢？我们很容易劝导别人不要放弃生命，要继续的祷告，神必会医治你。可是当我们自己的健康出现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担心，我们就开始埋怨，我们甚至问上帝，为什么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却忘记神是我们的医治者，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复原。总而言之，我们人呢常常会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自己的经济，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事业等等而忧虑，而导致我们无法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甚至在我们的服事上，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被影响我们的心情，尤其是
在现今的时代都是讲究高科技的时代，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敬拜赞美都是靠着高科技来运作。一旦这些高科技出现的故障，出现的状况，我们就无法进行，甚至有些时候会影响到弟兄姐妹的关系，而导致我们无法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保罗要鼓励我们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应当将我们的忧虑化为祷告。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减少你的忧虑，如果你想减少你的担心，你就要更多的祷告，你就要更多的交托。那我们何时开始感到忧虑，我们何时感到担心呢？那就是我们何时失去了我们的喜乐。所以呢，我们更要在何时呢停下我们的脚步，我们要静下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不住的祷告祈求感恩，凡事都交托给主。这就是我们人无法喜乐的第四点。那在第七节呢提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那神的平安呢与世界的平安完全不同。真正的平安呢并不来自乐观的思想，而是来自知道神在掌控一切，神是掌控生命的一切，知道我们在基督国度里的身份是确定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让神的平安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对抗一切的忧虑。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阿们吗？弟兄姐妹，喜乐的人跟我一起说阿们。那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到第十一节怎么样说。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里呢，主耶稣基督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就常住在他的爱里面。第十一节，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耶稣说的是要把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只有当我们常住在爱里，常住在耶稣的爱里，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满足，才能够喜乐。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活事事如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样样得意，当遭遇到困难拦阻或挫折的时候，就变得消沉不振。那各位弟兄姐妹，一个真正有喜乐的基督徒呢，应当是超越了这些环境的起伏不定的影响。只有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关系的时候，无论我们遭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能够流露出我们心里面的喜乐，而不是定睛在我们的困难和挫折。阿们吗？弟兄姐妹，喜乐的人跟我一起说阿们。那第二点，我们来看，我们要思想和美上带来给我们的喜乐。那腓立比书呢四章呢第八到第九节，保罗怎么样说呢？我们来看，那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第九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那这些经文呢，接着告诉我们喜乐得胜的秘诀之二呢，就是要思念神所喜悦的美善和德行，并且我们还要去行出来。这里呢，使徒保罗所说的，在我身上所学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出来，就是指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保罗说，当你们效法我的时候，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样赐平安的神必与我们同在。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秘诀呢，特别要在美善和德行的事上彰显出来。慷慨的给予彰显了我们的爱。圣经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了我们成为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成为富足。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五到十九节，怎么样说？保罗在这里说，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九节，保罗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所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十六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来供应给我的需要。十七节，保罗这样说，我并不求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十八节，当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阿们吗，弟兄姐妹？那保罗呢，在这里呢，他要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当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所受的事，除了你们并没有别的教会供应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神为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慷慨给予的时候，必从神荣耀的丰富得到充足的荣耀，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曾经提到，有一些人为什么能够在患难中还能够喜乐，还能够喜乐的满意的流出来呢？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喜乐和慷慨是超出他们自己的力量的给予。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受到试炼的时候，仍然能够满足和喜乐，是因为他们是靠主常常喜乐。这证明了他们是靠主的力量而喜乐，他们能够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去帮忙那些贫困的人。这就是抓住神的恩典和祝福的人。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阿们吗，弟兄姐妹？最后一点，第三点，我们来看，我们要有知足常乐的心。腓立比书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这样说，保罗说，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这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那各位弟兄姐妹，喜乐得胜的秘诀之上呢，是我们要学会知足常乐。那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情况，我们都要知足，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知道处饱足，也知道处饥饿。其实圣经说呢，人生呢只有两样东西就应该知足了。那到底是哪两样东西呢？圣经说，只要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常乐了。知足的心就是喜乐，正所谓的知足常乐。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懂得知足，很多人不懂得满足，原因是我们对财富、对我们的权势、对我们的名誉、对我们的年岁、对我们的知识、对我们的成就、对我们的享乐，从来都不知足，也不满意。包括有一些基督徒在内，我们不能放下我们的财富，我们不能放下我们的权势，我们不能放下我们的名誉。那各位弟兄姐妹，除非呢我们在神那里呢找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否则无论我们拥有再多，我们还是无法的满足，我们还是无法的喜乐。那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喜乐的人生呢，是不向任何的环境低头或者妥协，在自己面对艰难或磨练的日子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以喜乐的心来将神的恩典分享出去给予别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喜乐得胜的记号。同意的人跟我一起说阿们。那我们要如何得到这喜乐得胜秘诀的记号呢？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我们不要受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而受到影响。要记得，唯有神能够给我们满足，唯有神能够带给我们喜乐。阿们吗，弟兄姐妹？喜乐的人跟我一起说阿们。那第二点，我们不要受到外界环境所发生的事情而受到影响。保罗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这就是我们喜乐秘诀得胜的记号。第三，我们不要跟周围的人比较，我们要学习知足常乐。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呢，他们才能够有一颗喜乐的心，因为他们不跟人比较。第四点，我们不要受到健康的影响，我们要相信神是我们的医治者，神是我们的大主宰，他必医治你的疾病复原。最后我们来看总结，我们来看保罗的生命。那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呢，他可以满足呢，是因为他从神的角度看他自己的生命。保罗把精力放在应该做的事上，而不在应该拥有东西的事上。保罗有明确的先后次序，并为神的给予而感恩。那他不接触到那些本质的事物，反而他专心在永恒的国度的事上和事工上。那我们人呢，往往呢会以物质呢来填补我们心灵的空虚，我们渴求更多更好的物质。那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感到心灵空虚的时候，你会找什么来填补你的空虚呢？你要怎样才能够知足？你要怎样才能够满意呢？关键就在于你怎样看事物的优先次序和能力的源头在哪里。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效法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从神丰满的恩典里面来学习知足常乐，以神为乐，让神用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神知道怎样行，他有复活的大能，他能使一切变为更美好。我们要做的就是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要专心的效法主，主必让我们亲眼看见他，
当我们在逆境中学习顺服的时候，在指望中我们就能够喜乐，我们就能够看见借着我们的知足成就奇妙的事。阿们吗，弟兄姐妹？喜乐的人跟我一起说阿们。所以要记得，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我们要行出来却是很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受到外界的环境的影响，我们不要受到人如何看我们，我们要学习保罗的生命，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要常常定睛在神的国度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教导我们学习知足的功课，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学习所遭遇的事向你感恩。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不在乌云底下发愁，而是以积极的乐观去面对我们的生命，把试炼看为祝福，知道当你使我们经过水火的时候，是为要使我们得到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的忧患中，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赐给我们喜乐。我们如此向你祷告祈求感恩，乃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我们一起说阿们。那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不晓得今天在线上观看我们聚会的朋友，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并且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或者也许你现在就在和你信主的家人一起观看我们线上的聚会。现在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也许你对你现在的生活的状况不满足，你不能喜乐，你觉得事事总是不如意，你觉得你可能生活里面很空虚，失去了盼望。今天我们要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因为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你的心，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你喜乐，唯有他能够给你真正的平安。那如果你说我愿意接受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让他成为我的喜乐，那此时此刻我诚心的邀请你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祷告。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也跟我们的新的朋友一起祷告。如果你家中跟你在一起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聚会的还没有信主的，给予他们的鼓励，鼓励他们来接受这救恩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当我讲一句的时候，你们跟我重复的讲一句。是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来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诚心的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愿意让你做我生命中的主宰，因为唯有你能够带给我满足和喜乐。求你赦免我的罪孽和过犯，救赎我，赐我新的生命，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从今天开始，求主引导我，保守我，我愿意一生的跟随你，敬畏你，爱你，遵行你的话语。我愿意与别人分享这永恒的喜乐，愿你看顾并赐福我和我的家人。我这样的诚心在你的面前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感谢赞美主。如果刚才你是那位跟我们一起在线上做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祷告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主爱的大家庭，希望当我们的实体聚会恢复的时候，你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一起聚会。那目前你可以通过我们教会的 WhatsApp 8442-8040
8442-8040与我们保持联系。愿上帝祝福你。那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日的聚会就来到尾声。很快的，我们又要恢复我们的实体聚会。很快的，我们又能够在教会见面了。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闭上我们的眼睛，一起来领受这结束祝福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聆听神的话语是有福的，神的话语不仅能时刻的帮助我们，也在我们生活中来带领我们。谢谢大家再次观看华文线上聚会，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lighthouse.org.sg 获得更多详情。神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和你的家人，让我们一同在主的爱里，地上得祝福，天上得奖赏。我们下周再见。我要赞美赞美，我要赞美。